活动跟自由度、舒适感，这样的 Villain 透气又有型。紧接着为各位来展示短袖的这一款节能衫，它有独特的肩带设计，让穿者更显英挺，而左胸口有这一个带插鼻孔的设计，符合上班族的需求。这也是今天我们黄部长身上的这一款节能衫，非常帅气啊。我们有这么优秀的代言人，我想未来我们这样的节能衫想要不流行都很难。除了有白色之外呢，蓝灰色的这一款同样的设计，不一样的视觉享受哦。那么夏天呢，要节能的话，颜色真的要选对哦。有的时候呢，很清爽很凉快的颜色可以让你从视觉就开始可以节能，可以降低温度。请注意它的独特肩带设计，看起来更英挺，而穿着也不会失去正式的这一个尊重感哦。所以这几款上班节能衫是我们经济部能源局特别向各企业推荐，各公司推荐。